老人家啊，前面是什么地方？古城啊。由谁驻守？以前是无名，最近来了个叫张飞的，把他赶走了。之后他就招兵买马，说是要和曹操大干一场。孙乾，快去见义德，通知他我带着二位嫂嫂来了。是，驾。义德，驾。少天侯，我没你这忘恩负义的哥哥。义德，事出有因。义德，你听我说。义德，云长是迫不得已才投降的，你千万不要怪罪他呀。嫂嫂，他是想把我抓起来向曹操邀功，等我杀了他再请嫂嫂进城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来抓你，为何不带兵将？那是什么？这回没话可说了吧？关羽，你这个叛贼，我今天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外甥报仇。那是曹操的大将蔡阳，让我杀了他，以示忠诚。贤弟，大哥现在汝南，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大哥为好啊。那我们现在一起去找大哥吧。不，你留在这里守护嫂嫂。